这是燕君，这是小瑶，他们两个啊，高中时期是热恋的情侣。这是阿 K， 这是小欧，他是李强，很有正义感哦。这位呢，是大家都很喜欢的王老师。阿 K、小欧两个人相约一起去看老师，超开心的。喂，这边啊，坐错了啦。不是那边吗？不是啊。你看你那个时候，好像女侠哦，你很爱管别人呢。我还不是想帮老师的吗？结果你越帮越忙啊。哪有啦？好了好了。哎，我去开门。好。你还是第一名啊。对啊，怎么样，你们两个这么久不见还是一样很烦呢。哪有哪有啊，你就有进去。老师你都变成翩翩美少年了。翩翩美少年，我看啊你们还是一样幼稚吧。好了好了，坐下来先吃点心啊，难得你们都来看老师。哎哇，哎，这谁啊？你看你看像不像常常都这样嘟嘴巴的样子。喂，还不都因为你们两个。怎么没有看到其他人？他们嘞？哦，小瑶晚一点来，那燕君的话他今天可不会来。哎，奇怪了，他们两个不像连田英一样吗？怎么今天会？难道分手了？真的假的？喂，你们两个不要那么八卦好不好？对啊，都已经大学了，难免有点变化嘛。上了大学之后，小瑶和燕君的感情渐渐淡了。如今小瑶身边也换了一个新男朋友大新。哇，你们看谁也来啦。嗨，大家好。哎，不公平，小瑶怎么还是那么漂亮啊。哎呦，干嘛这样啦。哎，老师好久不见。走走，来坐啊坐啊。这位是，我知道，是小瑶的新男朋友。好，没关系啊，他叫张贤新。对对对，你们大家叫我大新就好了。哦，大新啊。大新。哎，先坐嘛，坐下来再聊。小瑶，大新好像人蛮不错的嘛，人看起来又老实，应该对你很好咯。他对我还蛮好的，只不过害羞了一点。是哦，但是我觉得你之前跟燕君真的很夸张。有吗？哎呦，你们那时候两个超级热恋的耶。对对对，我还记得你有一次在公车站被李强骂。哎，你说什么？有吗？我怎么不记得？我不记得了。哎，有啦。哎，李强，你那时候不是还有跟我们讲吗？对嘛，亲人要看场合啊。
哎，有没有记得吗？有吗？哎呀，这些都是过去的事了，我也都不记得了。怎么可能不记得？哪会忘记呀、啊？我那时候记得，我跟小二两个人还在偷拍你耶。哪有？有啊，那时候我们拍人之后，你们还冲过来哎，差点就被抓到了，被揍了我们。对啊。情不自禁，手机哪来啊？哎，是不是你没有？好像有印象。哎，你们真的很无聊哎。哪有无聊啊？对啊，老师那时候还不是也跟别的老师常讨论。老师，有啦，是有讨论过，因为我跟李老师对这件事情的看法不太一样。他们一定也没有人看到。拜托，这也是校园呢，不管门看都是公共场所啊，学校应该规定公共场所不可以这样搂搂抱抱。其实我觉得外在的规范太多也不是很有效啊，重点还是要有内在的道德规范吧。不是这不规定也不行啊，这以前就算是妨害风化罪了耶，最好是规定清楚，亲吻啊、坐大腿上这些都要记小过。可是我觉得这样没有什么用哎，最好是学生自己知道，真正的爱情是要顾及别人的感觉的。那这样也太过分了，怎么可以这样唯我独尊、旁若无人？李老师也这么保守啊？其实也不是保守吧，只是公共场所这么亲密不太好吧。对了，我记得那时候我们不是意见不合，还差一点吵起来嘞。啊，所以你不都在我背后说我坏话喽？哎，没有没有没有，我们只是稍微讨论了一下而已。呜，都快流鼻血了。你快点擦。我是要给你看，干嘛干嘛？这里是公共场合哎，对啊，你又管不到我的眼睛，就是就是说嘛，自己要给人家看了，怪谁啊？你们少乱来，你们俩最恶心了，最可恶就是你们，还乱拍别人亲热镜头。什么啊？他们两个自己要公开亲热的，拜托。两个相爱的人表达爱意有什么关系？拜托你们不要搞错哎，这里是学校，是公共场所哎。我看啊，他们当着大家面前亲来亲去的，有点炫耀的感觉。你们觉得这真的是因为忍不住吗？你少乱猜了。哦，嫉妒加羡慕哦。哪会？我只是觉得他们应该会觉得很不好意思。为什么不行？这是他们两个的隐私哎，有没有害到谁？可是任何有关大家的事都不能说是隐私哎。哇，有点道理耶，你好有学问哦。可是欧美国家到处都有人接吻拥抱，又没有谁会一直看谁的。那是文化上的不同。当大多数的人还不能接受在公共场所过度亲热时，就还不能这么做。其实这是个成长的过程啊，现在会觉得后悔，觉得那时候太冲动了嘛。啊，老师，到底亲密行为算不算是一种隐私啊？那要看场合啊。我后来有想过，这件事情其实可以分为三个层面来讲。啊，这么严肃哦？对啊，老师。难得来看你，你还要上课。就法律层面来说，太过亲密是有可能违法的，有可能会触犯刑法第234条公然猥亵罪。公然就是在大
众面前，猥亵者就是会引起你的性欲，或者是因为某些动作让我觉得很恶心，只要有人检举你，就有可能违法。哦，对哈，有时候我看到都会觉得怪怪的耶。都什么怪怪的？就哎呦，没默契耶，讲了啦。另外就是道德层面，在公共场合亲密行为，不要大胆到让别人看不下去。不管怎么样亲热，它有一个底线，就是大家约定俗成的底线。哦，就像是在国外可以当街拥吻，大家似乎觉得是稀松平常的事，可是，在我们的文化中，就会不太自在吧？嗯，也可以这么说啊。哦，不巧，你还是这么有学问的哦。别闹了。哎，公共场合本来就不是私人活动场合啊，是大家共同拥有的。只要谁侵犯这个公共场合的社会规范，就会被别人指责。我不会这样的。其实这个层面就是个人，本来亲密行为就是两个人的分享嘛，那当然在隐秘的地方才可以安心的分享。对啊对啊，像我跟我女朋友亲密的时候，才不要被人家看到啊。你有女朋友？嗯，你不知道，我也不太知道哎。讨厌。这场聚会就在有点尴尬的气氛中结束。我当年到底是怎么想的？当时我只顾虑到自己，却忽略了别人的感受。现在我深深了解，爱情不单是自己的事情，也要在乎别人的感受。亲密会触犯法律吗？为什么小瑶会觉得后悔呢？